我觉得 Matt Head 一直以来都是我见证我成长的好朋友，就是从一路看我成长，然后到现在我终于要结婚了，然后他们也是这次我有代言时空之门一起见证我的这个结婚，我觉得他们就是一路陪伴我成长的好朋友。最新的时空之门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